对不起，篮球场不是女人应该来的地方。我叫林晓东，拂晓的晓，东方的东。从小我就热爱这片球场，虽说这里主要是男生们的战场，但是我也有我的方法成就梦想。作为应天中学校篮球队的领队，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最佳阵容，具有内线统治力的大前锋马龙，充满领袖气质的队长梁宇，拥有梦幻脚步的中锋刘牧，具有上帝视角的后卫贺飞，还有身体素质一流的前锋吴傲。这个黄金赛季，只要我们能打败死敌，鹅湖中学冠军就非我们莫属。热身赛进行到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了。应天中学以13分的优势将比赛带入了下半场。让我们看看应天的进攻。贺飞在组织进攻，他的速度非常快。应天在外线耐心传导，寻找机会。这份稳健都是用胜利堆出来的。No look pass， 隐蔽的将球传给位置更好的队长梁宇。梁宇没有辜负贺飞的信任，三分命中。这是梁宇今天投中的第五个三分球。应天中学三分球的命中率已经达到了35%。马龙今天的表现，16分9个篮板，他的稳健似乎已经超越了年龄。林飞教练2年来将这支球队捏合的近乎完美，高一高二2连冠。看马龙和克飞的这次连线，空中接力，泰山压顶，可以说马龙一个人撑起了半支应天队。从今天的比赛看，应天中学作为老牌劲旅，对这个赛季的准备还是相当充分的。江毅的身高略有优势，麦基的体重占优，身体素质旗鼓相当。比赛正式开始。首先由客场挑战的麦基进攻，连续的运球晃动，把比赛重心偏移到篮板右侧，转身出手，球进了，麦基1-0领先。交换球权，看江毅的进攻，三分线连续的胯下运球，用了一招飞碟，三分球命中。看麦基的进攻，连续的变向，利用身体强打篮下上篮，哎呦，被江毅带掉了。这个球很打计时器啊！交换球权，江毅的进攻，娴熟的胯下运球寻找机会，穿裆拉回，晃倒了麦基，比赛结束了。江毅用最直接的方式结束了比赛。麦基一定想不到会遇到这球，江毅把球高高抛起，庆祝胜利。恭喜江毅继续稳坐我们的冠军宝座。
祝贺你们，迎来了这个黄金赛季。这个赛季会有全国多所高校的篮球教练到赛场选拔苗子，冠军球队将获得燕京大学的两个全奖直通名额。这必将激励所有的球队，让比赛更加残酷。林飞教练的病休和马龙转学鹅虎，让我们这个赛季更具挑战。这个赛季将由景文教练负责队里的比赛和训练。说是病休了，那这个赛季……同学们，加油！哎，小东，听说你们班的江毅同学条件不错，你去争取一下。江毅，嗯，好。谢谢你的邀请，你所说的黄金赛季和一生一次的比赛我能理解，但那不是我的生活。他表现一条直线，平面内所有被点直线 x 减 y 等于六分成三类，在直线 x 减 y 等于六的左上方区域内，比照 x 减 y 等于六的右下方区域内的点设置x1 和 y1 的值，这是在 L 的直线上，容许 a x y2 使它的坐标点满足不等于 x 减 y 小于六。我们现在做优选表。下课。哎，江毅来。江毅。小东，有啥呀？这刚哪到哪？不就是走了个大前锋吗？咱内线不还有刘牧呢吗？冠军阵容基本都在，我纠结的不是这个。咱们现在毕竟是在黄金赛季，又有燕大直通的两个名额摆在这儿。我这两天一直在反思我们输球的原因，可能是林教练走了，马龙转学鹅湖，让我们与鹅湖的实力差距拉大。但是我们毕竟是两连冠啊，我们也是有冠军底蕴的球队，我们现在连蜀城第六中学都打不过了。就是我希望每个人也思考一下自己在场上的表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打高中的联赛了，我是真的很想带领大家拿到冠军，我也不希望大家心里留有什么遗憾。哎，你们班那个冷面睡神什么情况？拒绝了？比拒绝还过分，我跟领队啊都直接被无视了。主任是不是对篮球有什么误解？没说长得高就一定会打球吧？就是咱啊都没见过他摸过篮球。我打街球的朋友说他打得还可以。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吧，去探探他的底。
要是林教练还在就好喽。看看我叔，他还好点没啊？他没什么事儿，啊。放心，嗯，那你先带着我去做饭去。你看到没有？啊？你组织进攻的时候，还是太急躁。你一定要等马龙落位以后，你才能够把球传起来。还有，你在组织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技术动作，啊。应天中学。这次3连败之后，紧接着又是2连败，连续5场失利的开局，在历史上没有哪个球队能够逆转夺冠的。你们只要自己不败给自己，这次联赛的冠军就非你们莫属。我已经跟你们的前教练说好了，只要鹅湖中学这次在联赛中拿到冠军，我们燕大没拿到全奖的名额就是马龙和你的。明白，明白。爸爸这么用心良苦，你小子到时候别给我啊掉链子啊！好。你们只要自己不败给自己，这次联赛的冠军就非你们莫属。这个赛季，我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要带领球队。拿到冠军。Okay, so everybody, show me what you got. Let's body grab, see, let's go battle. Okay, DJ Frost, show me what you got. Okay, 双手举高，让我看到。Let's everyone, put your hands up. Okay,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就是现在。现在，所有的朋友，给我一点热情！尖叫声在哪里 ？Let's make some noise！ 现在，所有朋友们，跳起来！好久不见，打球啊？没有，我今天带朋友过来看看。今儿带大家来这儿看球，就是看一下江毅的综合能力怎么样，是不是咱们队的 Mr. Right？OK， 那么今晚上是我们两支队的巅峰对决。那么一支队是来自我们的热狗，算你的狼牙队对战我们的江毅，算你的勇士队。OK， 那么所有的球迷朋友，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尖叫声在哪里？我们比赛马上开始，3、2、1 ，Let's go！
几次球赛的总冠军。OK，MVP 就是你。发挥的不错啊，今天的。谢梅姐。那我先走了。嗯。后天还有一场，别忘了。早看你不爽了，今天就得干你！上！哎哎哎！怎么着？队长，不洗澡是吧？哎啊！行，你小子有种，等着，走。没事吧？没事吧，姐姐？没事吧，姐姐？你们来干嘛？大家都是同学，看到你有麻烦，肯定要过来帮忙嘛。顺便再过来跟你求证个事儿，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校队啊？我没兴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哎，你打球打得那么好，你不加入校队，多浪费啊！浪费什么？我能赚钱。不是你打个接球能赚几个钱？像这样的接球赛，我每场能赚400，一周一场，一个学期起码保证能赚4000。我周末在少林宫教小朋友打篮球能赚2500，一个学期总共6500，你说呢？6500，这么多钱，这活这么赚钱？你赚那么多钱干嘛呢？有用。别，行，6500，我出了，雇你一学期加入我们校队，出战这个赛季。雇我？你图什么呀？这钱啊，我们一起出，雇你啊，帮我们夺冠军。对，冠军？就你们？嘿，你什么意思呀？不过我一个人也够了。那你干脆点，行不行？给句痛快话。成交。但我要带个人。行。队长，试试去。哇哦！江毅，带个高一的小矮个来干嘛？这，记住记住不行，对抗对抗不行。就这样，还烫头？而且和江毅一样，是个木头脸。林哥，大木头为啥非带个小木头来呀？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练自己的球去。6500里头也有我236块钱，我是股东，我有执行权。闭嘴。之后的3连胜很不容易，看得出来大家很用心也很卖力气，尤其是新加入的江毅，在4号位表现非常突出，篮板球控制得很好，进攻也能给对手造成杀伤，但是经过这3场的胜利，对手一定会注意他，针对他，
所以江毅，加强跟大家的融合，明白吗？好。离我们回到一线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继续加油。满意吗？你请客都行。江毅，抱我干嘛？教练刚才说让咱俩内线多多融合，要水乳交融。哇，我看咱们队里也只有你才能融了他。江毅，哎，你等等我呀！水乳交融。哎呀，舒服舒服！哇，今天水真大！来又不犯法，怕什么？来喽，咱吃饭去。我们球队刚刚度过这个赛季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所以我们必须调整打法，还按照以前的老方法来，我们肯定出不了线。得内线者得天下这句话听说过吧？你是怎么做的？拿到球以后，你整个人就不是你了，整个人是个二师兄，知道吧？啊？含着胸，撅着屁股，使劲往里拱。你拱啥呢？啊，那位外线全部都是有机会的，喊破嗓子了你就听不见。应该把机会留给最有机会得分的队伍。现在我说说江毅吧。江毅加入以来，公正来说，我觉得表现是挺好的。在个人上，我觉得也展示了一个大前锋足够的素质。好。但是，我认为你的魂儿还没有和这个球队融为一体。五个人应该变得像一个人。非常的默契统一，这样我们在球场上，在面对变化的时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这个才是团队。你现在是在关键机会的时候不相信你的团队，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往往会错失第一机会。技术很强，你可以得分，可以带着大家走向胜利，但这是我们球队的一个隐患。比赛越来越艰苦，这个隐患就会越来越严重。万一你失败了怎么办？鸡蛋里面挑骨头。
站起来。再说一遍，教练，自从我加入球队，严格执行你的训练计划和比赛部署，这一点你也知道。你说的机会出现时不相信团队的融合问题，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我的条件反射，肌肉和骨骼直接做出了动作反应，我控制不了。控制不了？这就是你没有团队精神的说辞。你那么有本事，你去一打五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回来参加训练？出去。教练。江毅，哎，回，江毅，哎，你回来。坐好！叔叔，下雨了，你去里边睡吧。叔叔，走。叔叔，哎，你怎么来了？我，小心点，走。叔叔他没事吧？哦，没事。你怎么来了？哦，我买了新的练习册，买多了一个，给你。哦，谢了。你要是劝我归队的话，还是算了，我能力有限，钱我不要了。哎呀，教练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心直口快，而且他就想跟你说，打球是一个团队合作，他希望你跟队友们多融合一下，没别的意思。我知道，教练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更习惯一个人打球。我还是打打街球吧。前几场比赛，算我送你们的，剩下的靠你们自己。江毅。我爸醒了，不送了。外头那是谁呀？同学。今晚你自己吃，我不回来了。你又要去打球啊？你放弃吧，他不会醒了。十年了，你有看过他一次吗？弟弟，他成。
成绩不好，他妈妈会打他。你以为我不会打你吗？变成现在这样，爸爸，爸爸，说你们是不是对江毅太苛刻了？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一来就止住了我们连败的势头，还赢得了三连胜，还想怎么着呀？大家不一致对外加强训练，反而自己人在这儿内斗，不对呀，这事儿。就是啊，我也觉得啊。新成员，新队伍，如果发现问题不及时捏合调整。赛程过半就没时间没机会了，到时候问题更严重。坦白讲，我也觉得江毅打球有点毒。这种毒吧，倒不是他有什么脏心眼，也不是想出风头，是一种骨子里的不信任。说实话，我觉得江毅人家挺不错的，技术也没得说。自从他来了以后，我每一场比赛都能得到他的帮助，篮下的脏活人家一点也不少干，也不多说什么，只是吧，他好像从来都不给我机会帮他。不过，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如果咱们和江毅能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那我们的小宇宙将集体大爆发，足以毁灭任何对手。说的容易，做着难呀。我跟江毅聊过了，他根本什么都不说。要是我们找不到他不信任的原因的话，那怎么捅破窗户纸，怎么大爆发呀？那个啥，我前几天在和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和江毅他们家有关的事情，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和咱这是有关。哎，快说快说！我听朋友说。几十年前，在蜀城，有一支叱咤风云的乐队。叱咤风云，叫守望者乐队，主唱江心是乐队的灵魂。当时红极一时，圈里人呐，都叫他心哥，他就是江毅的爸。可是当时啊，有一家著名的唱片公司想签约心哥，特别特别。感谢陈总能看上我们守望者乐队，特别感谢你的支持。我们看中的是你一个人。江心当时非常纠结，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签署那份合约，自己的音乐生涯将跨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守望者乐队很有可能因为他的离开分崩离析，这个可能不太行。乐队是一个整体，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最终啊，心哥选择了放弃单飞的好机会，留下来和乐队共同成长。你就真的不考虑了吗？但是，没想到几年后，当心哥率领乐队获得全国金曲冠军的时候。他有机会将乐队带入一线音乐组合行列的时候，
他一手带出的新主唱少女，被其他唱片公司高薪挖角，离开了乐队。少宇哥让我给你们带句话，不用等他排练了，他已经跟我们公司签约了。里边的事儿解决完了，咱们走吧。乐队一下子陷入了低迷，不久以后啊，其他队员也陆续离开，最终乐队解散。这件事情啊，对新哥打击特别大，他为之付出那么多团队，最终却抛弃了他。他逐渐淡出这个圈子。老姜，老姜，怎么又喝这么多？你快跟我回家来！你别喝，快点，别喝，别管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明白了。江毅的爸爸是因为当年受到了团队的伤害，才变成现在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到现在都没有走出当年的阴影。这事儿的症结，八成就在这儿。我要是曾经被团队狠狠地坑过一次，我肯定也教育我的儿子，只能相信自己。我们现在就算是找到了江毅的心结了啊，那该怎么帮他呢？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把这段不愉快给化解，那么江毅是不是就可以水到渠成地融入咱们的团队？对，反正现在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飞，嗯，我们现在赶紧去把当年守望者乐队成员的所有信息全调查清楚，然后再从长计议。现在？嗯，对。队长，当年抛弃乐队单飞的主唱少宇，就是当今的华语乐坛一哥沙雷。沙雷，所以我们想让乐队重建的话，沙雷是重中之重。里边现在拍照那小明星陈希希是沙雷现在的女朋友，而且沙雷现在特别喜欢他这女朋友，所以呀，咱只要把陈希希搞定，这事儿就……后来没考上大学就出来工作了，陈希希是我的艺名，这个圈子都这样。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我们还真有一件事想麻烦你的男朋友。我男朋友？嗯，我们希望你男朋友可以重聚当年的守望者乐队，让他们在一起再唱一次。可是目的呢？是这样的，我们篮球队呢有一个队员，他的父亲是当年守望者乐队的新歌。新哥因为当年的事情闹得很不愉快，到现在都没有办法释怀。这些事情多少有点影响我们那位队员，导致他没有办法跟团队融合。所以我们在想，如果当年的守望者乐队能重聚，化解那些不愉快，那我们队员是也就可以很快就融合了。说得这么认真，是你男朋友吧？啊，不是，我是领队，这是我的工作。你别乱说。好啦，都这么大了还害羞，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点小心思啊，我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雷哥之前的事儿呢，我也知道一点，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个……我试试吧。好，谢谢。哎，希希啊，嗯，今年生日你打算怎么过？你可以许愿了。
什么愿望都可以吗？那当然了，说，只要雷哥能办得到的。我想听守望者乐队一起唱一次契约。雷哥，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该解的心结始终要解开的，不然真等到老了唱不动了呀。拜拜，慢点啊！喂，我张旭，哪位找？哎，旭哥，我是邵宇啊。有事吗？最近有没有时间见一见？不好意思，最近我学校期末考试，咱回头再说吧。慢走啊，下次过来酒水算我的，好吧？好好好。哟，这不是大明星沙老板吗？哎，兄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音乐麻辣烫，我是今天陪伴大家的节目主持人辣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辣妹。今天麻辣组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哪位嘉宾？我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个重量级嘉宾，在请他出来之前呢，先请大家一听听他的歌。没错，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知名音乐人沙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沙雷。今天呢，我想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三件事情。你就放过我吧。第一件事情啊，我也是一个小本生意。抱歉，因为谢谢，我可能会无限期的淡出娱乐圈。第二呢，我是想对当年入行的守望者乐队的成员们说一声抱歉，我对不起大家，因为我当年的离开呢，让这个团队解散了，特别是我的老师江星。当年你用你的前程成就了我们，而我踩着你们的肩膀成就了自己。当时我是穷怕了，每天住在地下室里拼命的排练，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以前我太害怕失去当人上人的机会，看着自己的良心掉到了路边上也不敢去捡。我总骗自己说自己的成就就是自己拼来的，你们会祝福我的。可我今天才知道我错了，这些年呢，我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更多。想通了反而更轻松了，所以我决定淡出娱乐圈。未来呢，将会把更多的音乐和时间献给公益事业。第三呢，我就是想对江毅小同学说一声抱歉。我不希望我们上一代人的恩怨对你的成长造成伤害，我的过错不应该再让你们来承担了。所以希望你能够打开心扉，拥抱你的团队，我祝福你们。哎，媳妇儿，我那戒指你没给我送人吧？
谢三个人。第一个，我要感谢的是老天，因为是他救回了迷失在名利中的我，让我找回了久违的坦然。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新哥，因为没有新哥对我音乐上的启蒙，我相信我的音乐之路不会走太远。当然，在这里，我也想对守望者乐队的兄弟们和新哥说声抱歉，因为我已经知道我错了。我相信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给大家看的。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女朋友西西和她的同学小东。我相信如果没有你们，老天也许不会这么快地为我打开这扇窗。我将悲伤隐藏在欢笑里，我将迷惘埋藏在心灵的深处，我将疲惫打碎在脚步下，我挺起胸膛望着天边的地平线，请指引我前行的道路。教练，我错了，想了那么久才想通，让你费心了。最费心的不是我，是咱们领队还有队员们。去远航，就在那狂风。
来了。这么早啊？你说你天赋这么高，还这么勤奋，不给别人留条活路了？我这不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哎，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挺好的。哎，对了，马上就要决赛了，如果我们队赢了的话，你有什么打算？去燕京吗？再说吧，去哪都一样。我觉得你条件挺好的，而且这次机会又这么难得，你别错过了。这些都不重要。知毒神啊你！哎，你什么时候来的？不是说好两点吗？哎，什么时候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咱俩的条件都这么好，那咱俩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再考虑？刘默，爱情哦。你少吃点，那么胖。你大哥嫌弃你。哎，你好。你好，请问这是江毅家吗？您是？我是燕京大学的篮球教练。我是江毅的父亲，您快请进。好，哎，小毅啊，有客人，您请。教练，你好。这是一点小意思啊，您太客气了，谢谢。您请用茶。好，谢谢。哎，是这样，江毅，我手里有燕京大学直通名额的优先录取权，通过整个赛季对你的关注，我认为，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名队员。签署一下这份文件，即便应天队在决赛的时候失利，你也可以来我们学校，你愿意吗？教练，我很感谢你欣赏我的球技，但是我觉得我还要考虑考虑。好，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哎，先告辞了。帮我搜搜您。您留步。好，您慢走。儿子，这可是燕京大学呀，你还在等什么？我听说燕京大学要提前录取应天中学的江毅。那会不会占用冠军队的名额呀？这个现在还不太好说，我也是前几天刚刚知道有这个优先录取的条件。不过你们现在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在决赛时候击败应天中学，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只有鹅湖中学拿到联赛冠军，有些事情我们才有操作的空间和可能性。如果要是败给了应天中学，那我们这一年来所有的努力，那就是白费。这个赛季，你们和应天中学共交手了5次，2胜3负。尤其是江毅加盟的3场比赛，3战皆负。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完全找到能够冰冻江毅的办法。林教，非常时期就得有非常时期的方法。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主意？就别卖关子，快说说。这都什么时候？我之前和应天那帮队员一起训练那么久，对他们也有所了解。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儿。如果说只有一个全奖名额的话，我相信他们不会介意被踩在脚下的。
是对手还是队友。哎，你接着往下说。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燕京大学要提前录取江毅的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内乱的。队长，明天还去训练吗？你们？练呢，马上要比赛。哎，今天要不我来吧？我来呀！那就还是今天我来吧。哎，还是咱们江毅呀！哎，鼓掌鼓掌！哎，快看快看，这啊！真的假的？就是你。瞧瞧，大明星来了，咱就走吧。来。没想到啊，全队的努力，就会成全你一个人啊？他自己玩去吧。愣着干什么？快走！坏了你的好事吗，班长？我自己都没整明白的事儿，你倒挺明白的。这，你自己喝吧。呀，主任，你看看，这学校还留得住他吗？小小的年纪赌球，如果今后到社会上去，学会的本领越大，那对社会的危险性就越大。去，把他叫来。主任，马上要打决赛，要不这事儿先压一压，决赛完了以后立马出。什么决赛压一压？我们这是学校教书育人的地方，像这样的害群之马还有资格代表学校参战吗？去把他叫来。哎呀，你能不能走快点？真是。主任，教练，来，你看看，看呐。主任，这是我放学之后的勤工俭学，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勤工俭学，别人把举报信都写到我办公室了。你一个高中学生，又是校队的，不好好学习，和社会上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我看你离违法犯罪也不远了。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只是单纯的打球。单纯打球？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景文老师，哎。 参加决赛就别给他报名了。主任，像这样的学生，没有资格代表学校参战。回去，把爸爸妈妈叫来。如果不来，你就别上课了，别比赛了。谁稀罕？这你什么态度啊你？有什么想法吗？回来。请问教练，他已跟燕京大学的马教练沟通过了。 江毅拒绝了他们的提前录取邀请，他没有背叛我们，我们误会他了。哎呀，这决赛前突然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们又回到了赛季初的状态。你看我就说吧，咱们冤枉江毅了，赶紧的把他找回来啊！他都已经三天没来上课了。是啊，我已经拿到了应天中学决赛的出场队员名单。 没有江毅，应该是这个节奏，那个是不对的。行，我跟你说，我那首歌啊，很多粉丝是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啊。不对，他音乐上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对，你的旋律啊，他就是这样的感觉。叔叔，江毅在吗？啊，他这两天没回来。啊，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没关系，他就是那个性格，过两天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不用着急，小朋友。 好，谢谢叔叔。你说江毅，他能去哪儿？课都不来上。哎，班长，那个江毅他请假了吗？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哦，班长，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什么事儿啊？江毅打接球那个照片是我拍的。 啊！但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不是谁让你拍的呀？是马龙。你现在就跟我去找主任，走。 精神来，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亲爱的同学们和广大的球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蓝莓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黄金赛季总决赛。应天和俄国两所中学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今天是终于汇集于我们的总决赛了。这两支球队的实力都不容小觑。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不光有广大的球迷，还有国内外多所高校的篮球教练和球探。也许就在今天的赛场上，将会诞生一位未来的国际巨星。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在应天中学的首发阵容当中并没有发现本赛季 MVP 的大热人选之一四号位大前锋江毅。在两队之前的交锋记录当中互有胜负，应天中学胜多负少，稍占上风。但是今天江毅的缺席将会为比赛增加不少悬念。赛开始了，应天拿到球权，队长梁宇组织进攻，俄国内线防得像一个铁桶，五号把球传给了刘牧，刘牧出手，哎呦，三不沾呢。面对决赛，队员们还是有些紧张。来看俄国的反击，林玉在组织进攻，他看起来非常自信。俄国内外线耐心的传导寻找机会，马龙空了，球进了。俄国太了解了。面对江毅的缺席，俄国会把内线的文章做足。梁宇直接把球传过半场，哇，上篮，弹框而出，俄国拿下了篮板。马龙在内线卡住内线要求，我很坚决，我的尖刀就是要刺向你四号位的软肋。刘牧想要断掉这个球，扑空了，转身再犯规，漂亮。当年的战友，今天的对手，手起刀落，毫不留情。我们能走到今天，不是靠的某一个球员，是靠的我们整个团队。今天从这扇门走出去，所有人都拼尽全力，把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赢回，把属于应天中学的篮球精神赢回。看应天的这次进攻，柯飞和梁宇在外线传递寻找机会，内线已被俄虎掌控，林玉在积极防守柯飞，看来是一点机会都不准备留给应天了。决赛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白热化。应天内线双塔全力挡腿，梁宇叫刘牧挡拆，小打大，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来，加油！梁宇甩开了防守队员，梁宇上篮，球进了。应天的一球啊！应天现在落后十分。林玉和马龙今天的表现都觉得特别飘逸，那种气定神闲的从容和应天队疲于奔命的攻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玉叫了牛角战术，队友开始跑位挡拆，传给了空位的鲁俊江，三分。马龙高高跃起抢下进攻篮板，马龙把球传到了外线，林玉又空了，梁宇补防被晃飞了，这个眼神很不友好。三分命中，比赛节奏完全被俄虎掌控，应天应该叫暂停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柯飞，梁宇，外线有机会就有，有突破的机会就突破，打坚决一点，好吧？内线再坚持一下，好吧？咱们现在内线薄弱，加强外线进攻，听见没有？好，坚持到底，把上半场坚持完，好吧？好，来，一二三，应天过，一二三，应天过。看暂停回来，应天的进攻，外线有机会，梁宇三分出手。应天今天手风非常不顺，看俄国的进攻，又是马龙，没有江毅，应天的防守形同虚设，俄国内线得分易如反掌。怎么还不让江毅上去？防守！应天中学今天这球打得太被动，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哎，打外线。刘牧单打马龙，撤凳子来了。刘牧的进攻还是过于急躁，刘牧起身回追。目前场上呈现一边倒的局势，应天队今天全队守风非常不顺。江毅的缺席导致应天的篮板球没有保证，马龙基本统治了内线，这样看来俄国队离冠军越来越近。
龙今天对老东家一点都没有防备，和外线的林雨珠联璧合，鹅湖的这对双子星在这个赛季异常亮眼，是直通燕大前奖名额的有力争夺者。你干嘛啊？比赛结束了吗？冷静点。上半场大家打得不错，下半场继续努力。刘牧，内线如果没有机会就把球分出来，我们在外线找机会打，明白吗？外线出手再果断一点，要是马龙拿到了球，所有的外线首先包夹他，不要让他出手。不是，没法包，我要包他外线空了投得更准。内线呢，有没有信心？杨若雷卡着我防不了他。你叫我，我给你打。好了好了，听我说，无论如何，首先解决马龙的问题。一旦马龙拿到球，一定不能让他出手，明白没有？行。你怎么才来啊？堵车。你怎么才来呀？哎呀！对于应天中学来说，带着20分的劣势进入下半场，可以说是挑战巨大呀。没错，两支球队的队员现在重整旗鼓，再次登场。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方下半场的出场阵容。咱们校队的林飞教练其实是小东的堂叔。从这一学期开始，林飞教练为了他在鹅湖中学篮球队的儿子能获得全奖名额，便开始暗箱操作。先是让马龙转学，接着自己请了病假。他这么做就是确保鹅湖中学能够夺冠。小东他多要强一姑娘，为了能够让你参加决赛，跟校长说明了一切。现在校长已经让景教练为你补报了名，但是只能以替补的身份上场了。好，江毅，我们看到了江毅，他在缺席了两节比赛之后，终于是出现在了应天中学的先发阵容当中。他能够在下半场带领应天中学奋起直追吗？让我们拭目以待。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林玉在组织进攻，将球传给了马龙，江毅和马龙对位了，马龙假动作，被江毅带掉了。看应天的反击，教练，我有个请求。什么请求？陈默必须得上。为什么？科菲的技术比他好。教练，陈默一定得上。对，教练，让他上吧，他可是将你的黑影遮掩呀。陈默妙传江毅。这个球也许是本场比赛的分水岭，应天的士气要起来了。这个高一的小个子上半场几乎没看到啊。看江毅的这次罚球，现在每一分对于应天来说都至关重要。你是我见过小东最在意的人，而这个赛季在毕业前是小东最在意的事儿。
下半场江毅将是我们的一个实力，他来了，篮板球就有保障。现在我们只落后20分，下半场全部围绕江毅，大家加油！1、2、3，加油！球进了，江毅真是有一颗大心脏，现在应天的士气大振。看鹅湖如何应对应天的反扑，队长林玉在组织进攻，非常耐心。马龙传给杜金江，杨超磊上篮球进。看来应天的防守还是有些松懈。看应天的进攻，鹅湖快速回防，又是沉默，妙传给了江毅，江毅变向后射步，跳投，球进了。这波进攻行云流水。防守！来，我们来看鹅湖的这次反击。队长林玉在组织进攻。马龙拿到球，上篮，弹框而出。江毅上场之后，应天节奏的变化，马龙还没有适应。杨正磊拿下篮板，二次进攻得手。应天现在落后19分。江毅跟马龙对位，刘牧对位鹅湖强力中锋杨正磊。刘牧跟江毅换位了，刘牧准备单打马龙。看这次对决能否成功，依然是被打。马龙撤凳子，刘牧这次没有摔倒，转身放慢脚步，晃开了包夹的杨兆雷，好球！应天全队在江毅上场之后遍地开花，融为一体，奋力蚕食着鹅湖的领先优势。鹅湖队三分，刘牧翻身就下后场篮板，江毅已经冲到了鹅湖篮下，又是沉默手术刀般的精准长传，江毅上篮轻松得分。江毅的上场引领了一波30-10的反击浪潮，现在比分差距已经缩小到了9分。鹅湖队这段时间打得有些乱，马龙已经连续出现了几次低级失误，这样下去鹅湖队很危险。应天组织进攻，漂亮的电梯门挡杀配合，为梁宇制造投篮机会。三分出手，好球！比分差距缩小到了6分。梁宇突防给了江毅，很聪明的处理方法。球权依然属于应天。现在比赛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江毅的状态太棒了，内外线频频得分，带领应天中学力挽狂澜。鹅湖队似乎很难适应江毅上场后的比赛节奏。一个赛季下来，江毅已经从一个独立的超强个体成长为全队的灵魂，在今天的比赛中这种表现尤为出色。这个动作应该是膝盖受伤了，黄金赛季的火药味太浓了。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暂停了，比赛还有最后30秒，应天中学落后2分，
球权在鹅湖中学手中，马龙已经受伤，坐到了替补席上，胜负只在一线间，看看双方主教练如何进行最后的博弈。还有最后三十秒，最后三十秒，我估计他们一定会把球交给林玉，把林玉给我盯死，知道吗？把人盯死，一旦有机会抢断，抢断完以后马上反攻，咬牙坚持完最后三十秒，我就赢了。所有人都防江毅，拿住球，把二十四秒尽量耗尽，都振作起来，忘掉前面的比赛，球权在我们，坚持住，我们就赢了。好，加油！一、二、三，加油！干翻一天的人，干翻他们！应天的防守非常严谨。鹅湖将球传给了林玉，目前主动权还在鹅湖手中。林玉在消耗着二十四秒的进攻时间，如果鹅湖这次打进，应天就无力回天了。林玉叫挡拆，林玉突破了，盖帽，球被江毅死死地按在了篮板上。应天快攻了。晃开了防守队员，江毅突破，江毅没有选择上篮，将球传给了底线的梁宇，梁宇出手，我放弃全奖直通名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燕大全奖直通名额对于我是一种束缚，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打球，我可能会变得犹豫，变得出手不坚决。梁宇出手三分，球进了，最后一秒的绝杀，今天应天是冠军。赛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最精彩的总决赛了，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分钟仍然保留着胜负的悬念，江毅带领应天中学在最后的两个回合完成逆转，真是太精彩了，这也许就是黄金赛季的魅力啊。是的，让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统计，江毅上场二十三分钟得到二十九分，十二个篮板，十次助攻，仅用了半场的时间就拿到了三双，可以说是后生可畏啊，他是本场比赛毋庸置疑的 MVP。
我之前答应你的，你现在还有一个选择，选哪个？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学校拿了这个赛季的总冠军，我也收到了很多大学的邀请。老爸他也终于从阴影中走出来了，他现在不但戒了酒，他们哥几个重新组了一支乐队，现在全国公益演出呢，比我上课和打球都要忙。 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都是我们校队的。嘻嘻哈哈的刘默，话不多的梁宇，还有总是稀里糊涂的柯飞。哎，你记得程默吗？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面那个，他现在也是大孩子了，也是校队的一员。还有我们领队。 昨天我带他们来看你吧，你一定会很喜欢他们。妈，我今天伤了一个女孩子的心，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我不能连累她。佳怡。 傻小子，你不想啊？别人就不想啊？就这样。 我们不光打进了决赛，还拿了总冠军，给我们的高中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无论未来我们会在哪里，这段记忆我们将永远珍藏。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光有灌篮高手，还有黑子篮球。 出路的，虽然迷茫的视线轮回环绕，伴着理想的步伐抚慰心跳，尝不尝不知不能，长夜无。
是真。